但全线限制内，道具插进去了，电也充满了，到了最后一步却出了问题。有些腰带或道具的脾气比较倔，如果想霸王硬上弓，他们就会化身杨永信，用电疗给你上上强度。例如嫩头青龙，我在创奇 TV 第六话中和战兔打上头了，抢了驱动器准备变身，没拦住的战兔赶紧躲到一边，结果龙我免费体验了一次电疗，再起不能。开玩笑，真的让你变身成功了，创奇就全剧终了。但龙我是什么人？出了名的肌肉笨蛋。在 TV 第44话中，不信邪的他为了配合战兔的实验，强行让暴雪全套，被电的都快去见爷爷了还不放弃，只能说勇气与精神都可嘉。但无奈腰带跟道具确实不是你用的东西啊，放电的终究逃不过被电。当事人战兔使用挤压驱动器时也惨遭电疗，众所周知，挤压驱动器挤出来的是智商，用过的全部都成了憨憨。他一看，好家伙，怎么是你小子，给你弄傻了主角团还玩个球，滚滚滚。